人间既有黄泉路，鬼界近似好兄弟，想活命就快逃吧！欢迎收看《来自新的事之逃跑吧，好兄弟》。男人绝对不要这边啊搞小三。对，今天这一集就是女人的复仇，看到没有？小三跟大房联合起来之后。 小三就把我们的小三，男主人给干掉啦！小三，闭嘴！今天这一集不得了，是这是农历鬼月，对不对？嗯，我们这次去一个它是一个废弃的医院，嗯，然后它是一个废弃医院呢，之外它旁边有一间教堂，教堂改建的学校，那边呢就专收一些可能在当时候是算是绝症，像是现在也废弃了吗？废弃了。 都废弃了，麻风病患啊，或是一些疾病比较严重的小孩就会送到那边边读书，然后边治疗。对，那我们马上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会情形，请看。娜娜贝尔，快逃！啊，好痛！赶快。 任务要开始。农历七月鬼门开，今天的地点就在传说中最多阿飘聚集的坟墓旁。这里曾经是被隔离病患的最后栖身之地，埋藏了许多不敌病魔的病患。这里也曾是宗教的神圣殿堂，更曾是病童受教的学校，成为在生与死之间的交错之地。 废弃后被荒烟蔓草，渐渐淹没。今天甄娜两位弱女子前往，是否将遭遇恐怖的灵界危机？两位鬼界女神奋起前进吧！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我们的目的地吗？是目的地还是？墓地？啊，不要乱讲！而且我跟你说，我们今天要赶快录完。 因为过了子时，就是农历七月，鬼门就开了。所以今天也一样有限时挑战赛吗？对，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限时。对，千万不要超过这个时间。不是这，我今天忘记专题档会曝光了。哎，你的裙子好短哦。喂，好好烤哦，好不好烤哦？赶快过来。好不好烤哦？你快点，我不敢啦。好滑，好滑。 啊！快快快快！可以吗？哎，手电筒坏掉了。没有啊，手电筒没有电了。哎，你不会现在就在赖皮了吧？有啊，没电就不能录了。有亮，哪里没电？它灯很暗了。康哥骂他，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录走这条路啊，虽然有柏油路，但因为可能久久都没有人在经过这条路，所以导致呢，它看起来光废的道路根本没什么两样。而且你看，这看旁边那个山坡。 刚一直有声音，你没有听到吗？好像有什么东西穿越它。就记得有部电影叫做《红衣小女孩》，它就是在树丛里面跑，嘻嘻唰唰唰唰，很快，穿越穿越穿越。嗯，前面再一直走，一直走，看到这个建筑物，你就看到大大的这些字，哎，某某启智中心。之前的台湾早期，那可能有些可能麻风病患。 或者是肺结核病患，可能其他学校啊，或者院区不敢收，所以就送到这个地方来边治疗边上课。对，而且听说啊，之前啊，有人深夜来这边探险啊，还会听到有人在咳嗽的声音。生病的那种病患在哀嚎的感觉。就在两人说着说着，突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仿佛是有人催促甄娜双呆。 快点走进这栋骇人的院区！对不起，打扰了。不知道啊，它这边现在呢，它这个整个都斑驳了，斑驳出来，它后面还可以看到夜景。哇！可是今天不会有晴雨，小孩。不会有人来这里看夜景啊！你忘记我们上来的时候，下面全部都是麻花波吗？谁来这里看夜景啊？而且你看这里面隔间都还在耶。 嗯，但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教育中心，可是我们一进来这边，这个像是学校什么地方？是穿堂吗？不是，应该是办公室啊！你不要乱叫啦。没有。
你看这个洞应该就是以前那种电梯他们要送餐还是送什么的吧？而且你看它这个墙壁啊，这个有没有掉漆？可是它掉的好像是那种血的颜色，有毛巾那么脏。声音？什么嘞？落布的声音，你没听到？刚刚有这样子。哎呦呦！他感觉是踩在那个木板上。你刚刚听到是踩在木板声音吗？我刚刚是听到像踱步的，很沉的。这个吗？我刚刚是听到这个声音啊！那他走过来哦。不好意思，我听到了，听到了，你听到了？懂啊，懂啊！我刚就是听到这种声音啊，从里面啊。这个感觉不像是踱步声音，感觉很像是那种你们看过人家那种。人家影片，人家跳舞的影片，掉到地板上，很沉，就嘣嘣，就代表那个东西可能非常大，像是人一样。你赶快继续帮我看一下，我好怕。不好意思，打扰了。哇，这是毛坯，而且它这个墙壁全部都是那种，你看怎么会是这种洞啊？爪痕哦，这个就是很像手指头去戳的呢，很像是那种人家痛生病，嗯，很痛苦。然后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一直在抓那个墙壁的。你赶快，赶快进去啦！我很怕啦！你看他这个很可怕啦！你不管照哪里，你照那边，还有这些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吧。而且下面还是那种神父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地方，它其实四周我们可以四面全部都是房间跟走道。原本它是由教堂。也就是教会所改建成学校。你有听到吗？什么声音？我听错吗？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是从这边传来还是从这个那边传来。它一个就是隔着木板刮木板的声音。然后刮完木板之后过一两秒听啊。我有听到，就找一下老师好了，不然好可怕啊！对啊，老师，老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刚刚娜娜听到有人踱步的声音，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像我刚刚听到刮门，还有那种的声音，请问一下老师进来这边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感觉？这边小孩子很多，他们会看见，但因为有一些可能有。老师伯格症啊，自闭症啊，过动症啊，这些小孩子，他会不由自主的做出某一些动作，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平常就会不由自主的踱步，你懂意思吗？他在看我们，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由自主的就不踱步，那你就会听到哎有踱步的声音。那可是有人抓墙壁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抓墙壁？还是因为他太痛苦了。不是，那个是一种他在世的时候就有的症状，在的病症。老师，那我想帮各位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废弃的教会、废弃的教堂跟废弃的庙宇，里面都会有好兄弟吗？没有错，都会有好兄弟啊。那废弃之前的庙，或是废弃之前的教会，里面也都会有好兄弟吗？也会有可能会有好兄弟。还没有废弃的时候也会有啊。也会有啊。老师，那你这样子讲，灵他们也会回来到这边，那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灵，就把这边当作他修行的地方呢？是有可能有很多灵来这边修行。好，我们先要进行第一关 PK， 叫做逃出鬼门关。是的，我们真的要手放这个扇子，这个代表真真。你看，很有心，他们做得好可爱哦。谢谢网友，谢谢你们。那呢，在今天是逢鬼门关的日子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球用扇的，谁先把它扇到这个门里面，谁就赢了。来喽，逃出鬼门关，3、2、1，开始。如果掉下去的话，就要出来。进去。8秒02，哇！逃出鬼门关，第二 round 计时开始。输了，掉下去要重来。输了。7秒多，7秒跟赖皮了，按这个。我按住了，11秒59，7秒多啦。好了，上面有写7秒63。第一关执行任务的就是。
这这还不一定啊，可以抽卡对不对？是的。太快了啦！今天一个人有两张卡的机会。我要抽卡啊！今天可以抽两次哦。嗯。你手握什么东西？我是什么卡？叫万德佛卡。太棒了！是什么呢？万德佛卡是什么？哦啊 ！Wonderful！ 获得万德佛搭档帮忙一同执行任务。万德佛搭档 ，Wonderful！ 你就是我不是我这个人最不完美了，完美并不美是吗 ？Wonderful 是他吗？对啊，有别人吗？没有人是完美的，我只是很接近你。我要问一下现场的话，有完美的吗？他来跟你一起执行。好，我们马上开始执行任务。好的，接下来我们的真真要执行第一关，叫做圆心外。你错了，是我们两个要一起执行这个。没有。这个我是负责帮忙你协助你的，所以是你要执行好吗？所以这关叫做圆心外恶灵请现身。相传在基督教天主教他们驱魔的话，他们都会画一个两个圆心，一个圆在里面，外面再一个圆，是两个同心圆。同心圆。然后神父就会站在里面，你今天就是要当神父的角色，站在里面，然后你要召唤这边的小朋友来跟你互动，然后我将会协助你把小朋友爱玩的玩具放在五个角角，顺便点上蜡烛。五个角角是不好的，因为相传在基督教或天主教里面，五芒星，特别是倒五芒星是代表恶魔的意思。怎么这么巧？我们这样拍过去，这就是一个倒的五芒星耶！哇。那是祝福你今天，还不是你画的圆，可以什么叫刚好？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会面向这，我以为你会面向那里啊，那你面向那里，不要那边有画像，我会怕。好了，那我现在就准备帮你放好了。所以你现在准备帮我放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朋友他平常喜欢的东西吗？对啊，你看哦，分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东西，在这边我拿给你看，有，来，小朋友喜欢这个铃鼓，还有皮球跟玩具车跟洋娃娃，还有这边有一个故事书。所以我就会先把球球放在这边。娜娜依序将小朋友最爱的物品放入五芒星阵里，并且点上蜡烛，紧接着说出一段恐怖的传说。那既然我还要点，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好了。不用不用。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很多 BB 弹？有。因为之前呢，有很多人会来这边玩生存游戏。对。但是很奇怪哦，他们躲好了，却会一直听到。好像有人在走动的声音，特别是像小朋友那种，那跑过去，那跑过去，所以你现在要小心。你站出来更危险哦。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站进来？我的 Wonderful 卡就到这边了，加油！不要拍我肩膀啊！不要拍我肩膀！你要去执行任务，怎么那么低高？娜娜突然惊吓一声，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马上回来。加油！不要拍我肩膀啊！不要拍我肩膀！你要去执行任务，怎么那么低高？奇了，这边没有风，啊，为什么会奇？可以吗？这感觉好像快奇掉了耶。可以。那你要加油，你不要让它奇了。拜拜。不能赖皮哦！不行啊，回来啦！不行赖皮哦！娜娜！不行赖皮哦！娜娜！我们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老师，你不要一直带我走到可怕的地方啊！不会可怕，我们要离他远一点。老师，你刚上来的时候，你说有很多小朋友的灵哦。你有感应到？有。那他做这样的举动，会不会惹他们不开心？不会，他们会跟他玩。他们跟他玩，会更开心。对。但是真真可能会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他会怕。好，现在又剩我一个人了。好奇怪哦。他们刚刚全部离开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冷哦。所以意思说，这个同心圆应该算是保护我的吧。
好没安全感哦，因为这个圆的四周都摆满了火啊，还有玩具。召唤幽灵，小朋友快点出来玩吧！召唤幽灵，小朋友快点出来玩吧！怎么啦，老师？你看我刚刚掉地上有这个，我吓到了。我们刚走过来有这个球吗？有小石头掉下来的声音，从这个地方传来的。你不要捡啊！捡起来，跟你讲，捡起来，拿着，等一下。麦克风出来。哎，你没执行任务，为什么叫的比我大声啊？接下来第二个，我要赶快执行完任务。如果再不赶快执行完，鬼门就开了。召唤幽灵，小朋友，快点出来玩吧！哦，哎！我听到这个圈圈外面有脚在摩擦的声音。奇怪，刚刚三样东西我喊了之后，有两样发出怪声。为什么忽然滚进一颗球？老师，老师，什么事啊？是，我只执行了三个，后面两个执行可能就好多怪声音出现了。什么声音？我先执行了这一个，那个平平拱拱这个铃铛。我执行完之后，我就听到有石头掉到木板上的声音。然后执行完这个之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然后我执行这个时候没事。可是当我执行这个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声音。在这个地方，就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怎样？听到什么声音？他想踢球，就是。他想要跟你玩呐。就是脚摩擦地板的声音。然后当我在执行，我在准备要做这个的时候，当我把它放下来之后，这颗球。就从门外这样滚进来。我跟你讲，我们刚出去外面的时候，我感应到小朋友叫我们把这颗球丢给你，他要跟你一起玩。但是我是怕吓到你，我就叫娜娜偷偷的把球滚进来，让他好多一样玩具跟你玩。原来是你啊！等一下，我很仁慈啊，我是给你。因为我怕吓到你，我就说你就用滚的让他。你已经吓到我了。我跟你讲。很可怕，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地上都没有东西，都没东西。我们是聊到一半，地上突然出现一颗球，就一颗球。对，只不过是一颗球，真真你就不要这么在意嘛，快把你还没执行完的任务继续玩下去吧。召唤幽灵，小朋友快点出来玩吧。这个娃娃这样笑真的好可怕，你转这边好了。宇宙科，你刚刚有笑吗？老师，老师，干嘛啦？你又怎么样了？怎么了啦？我听到有一个小女孩在笑的声音。有吗？我是超认真的，所以我刚刚因为制作，刚刚蹲在门口啊。你不要赖皮哦。我没有赖皮。有录到吗？有录到吗？就这样。那你想了什么才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想说哈。我现在开始之前，我就讲了两句之后，我就站在那边说：“现在我要干嘛？好可怕，好可怕！”我就移过来，下一秒一定要。啊，因为制作人刚刚蹲在门口，所以我就听到他问我们笑，我就问他说：“你有笑吗？”可是老师，我觉得这一个阵啊，很奇怪的是，就当我站进来之后，原本我们刚刚在录影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怪声音。可是当我开始执行任务的时候，你们刚刚在进来的时候，我就在外面听到砰的很大的一个声音，然后又是有小女孩在笑，然后整个气氛感觉不对，这边又有石头掉下来，所以老师说这个阵真的是有能力的吗？对啊，可见的这个阵哦，制作单位布的这个阵呢是有效果的，它就是把。哎，你这样子会害到你哎！为什么？因为是两个同心圆是保护在圈圈里面的。对呀、啊，你又把圈圈弄坏掉，啊、那等下就会进去跟你玩了嘞。真真，你就这样破坏了结界，附近的小孩飘已经锁定你，要跟着你整晚了，就别再做无谓的挣扎。
接着我们走到了院区旁的凉亭，在那儿又会有什么恐怖的事在等着呢？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小通道，它这里有两个高高的像是门挡的一个，你这样走过来看，这就是他们以前用石头做的那种一个小小门的那种感觉，石头路。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啊？你走那么慢，我怎么快一点啊？你这样子我很害怕，这草离我超近。你走那么慢，我才害怕，草离我也很近，好不好？那你先，你快一点啊！快一点啊！这样子一起的，快一点啊！我不敢呢、欸，我也不敢啊。哇，这什么啊？哇，这什么？我们现在所来到这个地方，它可以看到说它这边有个山洞。你刚刚我们这样子穿越那个很小的那条路，旁边都是充满了那个杂草跟树叶，走过来之后反而是一个大平台的那种感觉。大草原，对，真的超痛。然后你看这边就是一个祭坛，重点是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圣母，这应该是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吧？而且它这样子正对出去就是夜景呢，这应该是平原。现在我们在这个山洞啊，看起来从外表看起来很像那个西游记的那个水帘洞。不是，你不觉得它这整个洞的感觉很像以前那种邪教啊，还是什么秘密的教会？而且你看它这个祭坛的平面这么大，哎，就感觉是会有人躺在上面，他就感觉这边可能会抓人家来这边邪祭，然后恶魔崇拜，大家就是在那个平台这样子啊。你哎、欸，那个小孩子的声音真的假的？哎、欸，他不是在那边，他是嘿。而且你刚刚说你有听到那个脚这样嘻嘻磨的声音，就在磨。小孩子确实哦、嗯。对啊，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些重症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小朋友，他们这些基本上来说，他们行走是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他不是像我们这样走的。嗯嗯嗯。哦，所以他有时候他脚步一定会有这个拖的这个声音，而且第二个是你有听到那个小女孩的这个声音。对。刚好你拿的一些玩具有一些是还蛮适合，就是小女孩也会比较喜欢的玩具。那个，我在拿洋娃娃的时候就听到嘿的声音，对，就是洋娃娃。对，那以前我们就讲，不管庙宇也好，也许教堂也好，就是唱圣歌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去听嘛，那也是一种能量。那一旦废弃之后，他们还是会习惯的去那边聚集，对不对？会啊，因为人其实会有一种习惯性，你知道吗？比如我生前喜欢去什么地方，他往生以后他还是会喜欢去什么地方。那个郭老师，那个我们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他那个有一个好像像是一个简易礼拜堂一样，对对。可是他是做成一个好像石洞的外观哦，那个外观在不管任何宗教来讲都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吧？对，因为他附近旁边都是墓地嘛，然后他做成那个祭坛好像会让你感觉，哎，好像是不是在这边办告别式，然后办完就直接下葬，对，下葬，哦，也有可能。对，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双猪走心之旅，你看。就感觉是会有人躺在上面，他就感觉这边可能会抓人家来这边邪祭，然后恶魔崇拜，大家就是在那个平台这样子啊。哎，这边的味道。有个烧东西的味道。嗯。而且这个石头怎么做这种凹凸凹凸的？你这样光其实没有那么足的时候照，你会觉得它很像小头哎。你有没有？你随便一扫过去，就感觉好像就很多人脸那样。对呀，凸凸的。你看，哎，我觉得要不要叫老师啊？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子，那想问一下老师，你觉得这个台子是有没有感应到一些什么啊？对，或是有没有人的脸躺在上面之类的？现在吗？嗯。现在是目前是没有了，老师，但是旁边有啊，旁边有是什么意思？他们围着我们在看吗？对，为什么？是因为很好奇我们在干嘛吗？对，因为这个是他们比较神圣的地方。那我们这样踏入到他们神圣的地方，他们会生气？他们就是要看你们到底要干嘛。那如果躺在这上面，他们会生气？不会吧，因为他会把你当成祭品。哎呀。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这个学校所盖的都差不多是民国40多年的时候，在将近60年前的状态，不知道这个桌子是用来做什么用。对呀，而且这么大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供桌啦，或是祭拜东西的桌子。那老师在这个山洞里面有感应到好兄弟在这个地方吗？有，这边的灵比较强，能量比较高。会不会是神父？也有可能一些圣灵之类的。在这种灵能量强大的地方，当然要来一场任务，挑战两人的灵感应是否有进步。三、二、一，慢走。没技术。哦，请求非常的不乖。八秒。八秒一次。这么久。三、二、一。快快快！Winner 6秒85，抽卡抽卡，完蛋了！来，聆听卡是什么？聆听卡，聆听卡，执行任务中临时停止呼叫老师三分钟。意思就是说，等等他执行任务有三分钟不能叫老师。是的。这个超可怕的，超可怕的啊！我赶快，你赶快先躺上去。他这个不要放下去。哎，你躺上去的感觉是什么？很可怕。好可怕！我现在要先点上蜡烛，蜡烛点上之后，我要再倒番茄汁。快点，快点，我头好痛哦！哎，灯关了。不是，我跟你讲，真的我头好痛啊！为什么会痛？我不知道，我头好晕哦。你现在觉得头晕？哎，我觉得头晕。现在点到第三支蜡烛了。你快点，我头这边的蜡烛一直变变变变变，很可怕啦。哎，你有没有觉得刚刚啊？你说那个，我知道，它那个墙壁不是这样一块块凸出来吗？跟着这样子火的这样子闪烁闪烁，感觉好像很多脸浮现在动。因为其实当那个火在移动的时候，那个影子也会跟着动，就好像是人的脸这样一直在看你。这什么啊？哦，他们在放圣歌哦。现在工作人员非常非常的没有良心的在放诗歌。我觉得有人在摸我的脚啊，你看一下啊。没有人摸你的脚啦。大腿啦，有没有啦？没有啊。啊！你不要乱动啊！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脚啦。没有啦，没有在摸你的脚啦，你想太多了啦。好了好了好了。等一下，娜娜，你刚刚抽了那张卡是不能叫老师，所以是连我一起被害了。不是。干嘛？我不能叫，你可以叫啊。不要！我胃开始痛了。好可怕，好可怕！我到这个地方再拍一张。你不要离我太远了。可是这边好多草。你不要离我太远啦！为什么呢？怎么了？你快点，我头好痛哦。哎，有个很奇怪的声音，你躺好了。什么啦？很像那个人家从土里爬出来的那个土在蠕动的声音。哎，等一下，你干嘛啦？等一下，等一下啦。干嘛？你先躺好了。你刚刚有听到吗？快点，快点，你先快，快点过来陪我。快点呐！你刚没有听到吗？我没有听到，听到。那个音乐里面传来不寻常的声音。哎，这样子。那是音乐。两个声没有，两个声音重叠的。你赶快拍下一张，快点，我要去找老师啊。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跟你讲，快点，我真的要对，我真的要跳下去了。可以了吧？四张可以了吧？还没。你要不要自拍一张？我为什么我要自拍一张？怎么拍？可以了吗？可以吗？可以。我们找老师，找老师，找老师，快！五张都没了，叫老师过来。慢。不是我刚。他刚刚不知道在拍到第几张的时候，跟他们有放那个音乐，放圣歌，但那个圣歌突然里面的声音出来一个是低沉这样子的，不是合音的，是感觉在他想要讲话还是什么的这样子。而且在那个过程中，我一直觉得我的大腿那只好像有东西在烧我痒。我觉得刚刚他躺在这边的时候，就
有两个铃在这里。两个铃啊。所以你会听到那声音。那因为你两个人在的时候，他可能比较阳气比较旺，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靠近你，或是制造出声音让你听到。嗯。但是在你退了之后，剩你一个人在的时候，他的力量就比较大。哎，我刚刚你那个那个一闪，不是那个大闪光，这整个洞会瞬间亮一下，然后又暗掉吗？对。在亮一下那时候，有两次，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凸起来的，就那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像是一个脸，真的是一个脸，有眼睛的在看你。那我有个问题，因为刚刚真真他都站在这边，你说有两个脸，该不会他其实有一直跟他们重叠吧？跟你重叠，跟你重叠。跟我，所以你头会痛啊。所以老师意思是说，这个台阶上面本来就躺了一个灵嘛，所以重叠，还是他们刚好看到我的那个身体在那里，他们就想到他们之前可能有在这里，然后就这样子附上去。没有错。是。老师，那他这样子躺啊，在这个神的地方这样躺，会不会造成这边原本的灵不开心？不开心，冒犯到神圣的地方。有可能啊，不好意思，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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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把这些照片我来带回去给康哥，让康哥鉴定看看，让观众鉴定看看。我们刚刚，算是走出来不算，应该算逃出来，逃出那个山洞，逃出那个学校。因为那边已经太多人在那边看我们了。你做完任务整个表情不对劲哎。哦，不舒服，我头好晕哦，而且现在时间好像已经是非常尴尬的，此时对啊，一刻11:15是鬼门开的时候。我们赶快能走，能离开这里多远就离开多远。对，不然这样真的。那什么啊？什么？那边那个啊。当我们一照到那个时候，雨就开始变超大了。我起鸡皮疙瘩，我起鸡皮疙瘩。两个人到底看到了什么反应如此激烈？稍后告诉你。照到那个时候，雨就开始变超大了。对啊，我起鸡皮疙瘩，我起鸡皮疙瘩。它上面图案是一个医师，医师旁边一个小孩子，太诡异了吧！当我们刚刚走过来一看到的时候，瞬间雨就变很大。对，然后现在整个又停了。好，走吧。我们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很像凉亭的入口，就在这里。你们看，可是这个入口好奇怪，很奇怪。你看，它旁边。怎么会是那是莲花吗？看起来很像，可是又跟一般莲花不一样。因为你知道，通常看到这个东西，感觉就是我们刚上来的那段山坡路会看到墓园。墓园的时候进去不是会有两个吗？然后有些会旁边放烧金纸的地方吗？是吧？最多故事的地方在凉亭，可是我们现在去其他往凉亭移动。咦，你看哪里？哦，你看这边。這個、我跟你讲，这个曾经啊。我跟医生在出一个外景的时候，看到这个，真的是在那个一个废弃的金色门口也有这种大象。可是这边不是基督教吗？怎么会有大象？大象不是泰国的，好奇怪哦。我们赶快上去。我死了。我们今天好狼狈哦。你小心哦，旁边是斜坡，再下去就下去了。夏老师，你在他们这个种种过程之中，包括这些拍照哈，他们身边你看到一些什么灵在跟他们接近？照片里头啊，有几这一张哈，这一张是在上面这个地方，对，看到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地方如果仔细看的话，它有一个光，很像一个这个人的这个头在这个位置上，好。但这个位置上如果是正常的话，你会看上面这个地方有，好看得到。哎呦喂啊，这里有哎。另外一张看到腿的，你有没有发现腿上面整个黑黑的？我不知道你这一块这边，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乌脚病，我就是说有，我哥不是有摸那边吗？你有感觉就是这个位置嘛，对不对？对啊，他有讲了，我们证实。
对，那其实有时候这样，你知道。但有时候你知道灵要摸你的时候，他不一定是站着这样摸你，有时候他是从底下手伸上来摸，偷摸。没想到医生没在你们身边，你们出这么多状况。应该医生在。其实还没完，请看。你小心哦，旁边是斜坡，再下去就下去了。哇！哎，哇！踩空，到凉亭了，快上去，石阶。他这个凉亭可能因为年久了，所以他被草给包围住。他在丛林里面险象环生，但是可以看到他的漆都非常的斑驳，而且在他这个顶啊，这是什么像啊？这看起来像观音像，可是不是？那是一个鲤鱼啦。鲤鱼啊。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文化差异很大哎。我们刚刚在前面是教会，是教堂。对。他在这边却有点中国风的感觉。我也是到了，我也是到了。我上面放了五个板凳。他这个凉亭1、2、3、4，那他桌子怎么还有一个六芒星啊？对呀，因为六芒星在基督教或天主教称为大卫之星，所以是吉祥的吗？是吉祥的。而且你自己看，他这样其实是不方便进来，但凉亭是给人家休息的，照理来讲。应该是要让你心情很放松，可是你不自觉光看到外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似乎不想要让你进来。而且其实你这样讲起来哦，他刚从不管他的入口，就是我们刚刚走进来，他先是莲花，然后从那边是大象，对，再来就是石狮子，对，因为大象跟莲花还有石狮子都是可能印度啊那种比较佛教的比较会看到。可是，在这个凉亭当中，却有这些的设施和设备，很奇怪。而且，相传是说有人在经过的时候，有看到凉亭都会有黑影在动，或者是在走在附近的时候，都会听到有人那种咳嗽的声音。因为以前这边是专门治肺结核的，都会听到，甚至远远的看到光影，好像有咳出一些什么。但走过来看的时候，发现也没有黑影，也没有听到声音，甚至这样子看周边也没有看到有咳出来的东西。对，所以是不知道他们到底看到是好兄弟还是看到人。老师，这一个凉亭啊，为什么设计这么特别？是有放石狮子，又有莲花，又有大象。你觉得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这白天是给病人散步休息的地方。晚上是给好兄弟散步休息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走进来，不就是走到好兄弟的地方？他们今天聚会，我们打扰他们。而且现在是鬼门开的时候。此时了，老师，那一般石狮子是它会放在哪些地方啊？一般放在庙，就是镇宅驱邪用的。放在这个野外的话，大部分都是墓园才会用到墓地。这个凉亭的四周几乎都是坟墓。等于说，这等于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他们的交易厅啊，对对对，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好，马上进到我们第三次的逃出鬼门关。3、2、1，开始。出去，你看，厉害了，3.75，我最近心情好差。3、2、1，开始。5秒38，我38，还有一次抽卡的机会。我要抽卡！哇，现在这个卡剩4张，制作人说这4张卡都很好。这张是什么呢？恭喜获得加持卡。加持卡是什么内容呢？请看，老师加持，请来阿飘帮忙执行任务。老师可以麻烦帮娜娜加持一下，让好兄弟跟他一起执行任务吗？可以啊，欢迎。这时候加持最有效。不要开玩笑，这么厉害！鬼门刚开就请来好兄弟加持，娜娜在接下来带着好兄弟做体操的任务，想必一定会有非常多好兄弟捧场哦。我是打扰，你看到我吗 ？Hello， 你们好。要开始做运动咯，现在跟我一起来，先转转头，大家一起来哦。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像现在已经鬼门开了，那现在执行任务跟以往我们在鬼门关的时候执行任务会差很多吗？感应力会比较强，
感应会比较强。对，可以感觉到好兄弟活动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强。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身体好，精神好，爱清洁，有礼貌。好，我们现在试着把手伸起来。哦，我知道你们都生病了，但是多做这些运动。哎，你没有听到声音？感觉到后面好像很多人在看我，没有看到啊？你是不是太高了？娜娜啊，你还好吗？怎么了？叫那么大声！我感觉到一直有东西在碰我啦。好喽，开始我们做下半身的喽。你听到了吧？我们都听到了。不管是刚刚类似女孩的叫声，还是现在东西掉下来的声音，这些声响究竟是从哪儿出来的？我们有请老师来说清楚。我刚跳一跳嘛，在转圈，我觉得后面好像有东西在看我，然后我就转到一半的时候，我这只手就好像有这样子摸，摸完之后我不是叫吗？然后过。在叫的时候，我在一直看看看看看，然后突然听到一个像你在教室的那边的时候讲，你说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我也听到了，我在那边听到，会不会就是我的小女孩从那边跟我们跟到这里？对，难得有这么漂亮的大姐姐在带动跳，附近的小孩林当然也要跟着来呀。娜娜，你就别害怕了。紧接着我们今日的最终任务，两人必须限时内开直播累积人气，谁的人气越高，粉丝人数越多，谁就获胜。我们先大家好，我们刚直播有跟大家讲，我们终极 PK 是要比人气，请大家分享再分享。这场残酷的人气生死斗究竟鹿死谁手？时间进入倒数，我们看下去。娜娜，我叫你了，我发现你的名字。二一，多少？568。658。恭喜娜娜获胜！谢谢你们，我今天真的吓死了，我太感动，谢谢你们这684个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人家，不能这样子啊，你还是要谢谢人家。谢谢你们。哎，他说完了农历七月第一个任务，抱歉，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我刚刚已经执行了，我刚刚已经抢了这个头香了。现在要跟你不是恭喜我赢哎，所以你赢啊，你不用执行啊，所以你不用执行啊，我的头上是什么？鬼师？鬼后什么意思？鬼师通，你是本年度的逃跑鬼界鬼后。等一下，我要开心吗？开心啊。你不用执行，不用执行任务，大家开心。哦耶，谢谢大家。对，谢谢。上面写什么？我上面写逃跑一姐，我不止抢了你脑控，我还变成逃跑鬼后耶，好开心哦！好啦，那我要去执行最后任务。来，干嘛？你需要帮我们工作人员把所有的东西背出去。啊！我跟你讲，我手现在抖不是假的哦，我手现在抖不是假的。不是你这个也不用待在这里的，全部给他。哇，你干掉！走出去喽，等一下，先交接一下喽。不行啊，娜娜，我们先走吧。你要帮我撑伞了，娜娜。对，这四个字怎么念？逃跑一姐，给你了。不行啊，太重了。我们要走喽。调到，哥，等我了。等我啊，等我。本日最震撼哎，你红了。对，那个是叫娜娜，就是很明显啊，谢老师啊，就是怎么会叫她的娜娜？这个一旁墓地怎么会传出呼喊娜娜的声音？稍后让老师告诉你真相。
叫娜娜，就是很明显啊，谢老师啊，就是怎么会叫他的娜娜？这个我们神有所谓的神通，鬼有鬼通，是，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不一定讲出口，真的那个时候，他其实有时候他们是可以大概知道说，哎，比如说你大概在想什么，走脑波的，对对对对，你这次得到对不对？鬼界一解，其实啊，真的是。希望空的时候一毛刮一刮。对不起，不好意思。那有没有更恐怖的地方，请提供给我们，好不好？那我们就一定会去的。那下一周我们会去哪里呢？是我眼花吗？怎么样？看到涵洞里面有一个人在跟他招手。干嘛？干嘛？哎，是有人在跟我讲话吗？有一个男生的声音。回去，回去。现场有灵界的阿飘在我的身边吗？是因为要靠近我了吗？救了。你是不是希望有人可以留在这里陪你？是吗？